好了，小朋友，我们现在呢要做 Latihan and Babalas 第14个练习了，就是最后一个练习，把你们的 Nama 跟 Darek 写上去，名字跟日期写好了，我们就来看下面苏瑞，还有你们呢跟着这个线，跟他把字写上去。第一个呢，他讲 Berdiscipline 就是有纪律 ，OK 有纪律。第二个呢，他讲 Menyakkan 就是完成。最后一个呢，他讲 kerja rumah 就是功课，整句的意思呢就是 berdiscipline menyiapkan kerja rumah， 有纪律的完成功课。OK， 你们要像这个小朋友一样，有 berdiscipline 有纪律，会自己把功课完成。第一题呢，他讲要把这个填充，对不对 ？CD 什么 ？D badang setiap hari。你看这个图片 ，CD 呢，他在操场做什么？你看流完满身都是汗，他在做运动 ，bersenam， OK， bersenam。小朋友呢，你们要做运动啊，才不会让自己不会容易生病。Soalan kedua， 第二题呢，他讲 Suraj tidak 什么 ？Ke sekolah setiap hari。Suraj 没有怎样，去学校每一天。Suraj 呢，每天去学校都没有迟到。滴答嘞哇！你有看到它下面有选择题吗？啊，你们可以去下面的选择题找啊。你看这些小朋友呢，他们都准时的去学校，他们是不带样本 discipline 有纪律的小朋友。第三题完你们自己做。下面 lengkapkan perkataan dan tulis semula， 它呢要你填充，有看到它这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吗？就是要你们呢把答案写下去，然后再写多一次在下面。第一题还要你们的是 berdiscipline，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个错误？所以我要你们把它改正。过后呢，我们来看它要填充什么哈？它 berdiscipline 它少掉 d i d， 写了过后呢，我们要写多一次 berdiscipline 有纪律 ，OK。首然可读啊。第二题呢？第二题还要的是 menyiapkan 它少掉 m。还少掉 m e m n y i n i， OK， a p up k a n gan， 所以呢，把这三个字填在格子里面 m n i a gan， 再写多一次 m n i a gan 就是完成。第三题呢，我要你们自己做哈。这个呢，你们可以去前面那面38面 muka surat 38那边找答案。然后呢，我们来看这里 ，warna kan suku kata dan tulis semula suku kata tersebut。还有你们呢，把这个 suku kata 呢踩上颜色 ，OK。然后呢，再重新写多一次。就是呢，你们有看吗？我们每次念的 belajar， 我们是不是 b e b？ 所以呢 ，b e b 就踩一个颜色 ，l a l 就一个颜色 ，j a l j。Belajar， 你有看到吗？老师踩了两个不一样的颜色。然后呢，下面这个你们就要拆开来写 ，b e b l a l j a l j a belajar， OK。然后我们看索兰可读啊，第二题还要的是 mengajar， m e m 一个颜色 ，n g a n a j a l j a mengajar。所以呢，我们再写多一次在下面 ，m e m n g a n a j a l j a m n g a j a， 教东西 ，OK， 老师在教课 m n g a j a。 第三题我要你们自己做哈 ，OK。